轻松看行情，天天投一块，酸甜苦辣咸样样吃得香。欢迎大家准时收看2024年6月10日财经麻辣粉，万明哥在天津跟大家问好，大家中午好，跟大家聊聊这个财经形势啊。这个早上的行情有点这种疲态啊。这个最近大家都讲这个什么科特估啊，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啊，因为中国的资产啊都在进行全面的这个重估啊。那个万明哥前两天啊就看到一个现象啊，我万明哥的老家呢，大家都知道是宿迁嘛，啊，宿迁有个最有名的企业就是说洋河股份嘛，洋河股份就是产那个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蓝色经典啊啊的那个酒嘛啊，他那个公司啊估值啊啊不这个市盈率啊只有五啊，那五粮液跟那个茅台呢，茅台有20，哎，一样是卖白酒，哎，为什么一个是20，一个是5呢？啊，你就相对比起来的话啊，那洋河应该是便宜啊，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一种习惯嘛。那这个习惯呢，现在呢都是在寻求再平衡啦。啊，万明哥是认为啦，啊，这个我早上看了一个数据啊。上节目之前才跟那个我们于老师在那边聊，哎，我才突然发觉啊，现在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啊居然是集成电路，1到5月出口了4000多亿人民币啊，4400多亿，进口呢2100多亿，哇，这个不但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出口产品，而且是主要的这个粗糙来源啊，你再想想看，也不过就是3、4年前，这个集成电路还是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也是这个入超最大的来源啊。现在呢，居然每年可以为我们国家创造好几千亿的粗糙，这个形势变化，说实在的，有点让人家猝不及防啊。我相信很多人呐，都一时回不过神来，啊，所以有人讲说高科技的发展啊，对不对哈？好像是说得多做得少，但是你实际反映在这个贸易方面，对不对哈？这个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对不对哈？你就不难理解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所扮演的角色啊正在转变，那反映在这个 A 股里头啊。那所有的这个投资标的呢，其实啊都必须进行重估啊。那你这个情况之下，哪些该注意，哪些不该注意？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很多老师去叫大家啊，这个去注意半导体，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这跟10年前叫大家看白酒一样嘛，对不对啊？这是万明哥开始之前呢，啊，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啊，这个现象跟看法啊。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新闻呢，就是有几个倒霉鬼啊，麻烦缠身的倒霉鬼在意大利开会啊，开什么会呢？G7峰会啊。那个昨天呢，都媒体都陆续开始报道了啊。这个七大工业国啊，大家都知道嘛，当然就是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对不对哈？这个还有小日本啊，聚在这个地方，你看了一下子以后就发觉，今年这个会很特别啊。这个 CNN 的报道啊，是 G7 峰会啊，领导人呢，对不对哈？这个啊，要谈哪些事情呢？对不对哈？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谈乌克兰战争。这个乌克兰战争啊，根据 CNN 的报道啊，拜登啊，这一次啊，拿出一个方案。啊，这个方案里面呢，增加了300项制裁俄罗斯，啊，而且呢，有一个10年计划。这个10年计划呢，就是要怎么样子，这个支援乌克兰继续跟俄罗斯去打。我讲说实在的啊，这几个倒霉鬼啊，最大的麻烦呢，啊，就是捅了马蜂窝啊，搞了这个俄乌之间的这种战争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前一段时间这个欧洲议会大选啊，这个极右派势力抬头啊，最明显的就是德国的选择党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法国的
那个国民阵线都是极右派，两个都反对啊这个过度干预俄乌战争啊，因为两个政党都强调自己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最重要，我们去管人家干嘛？我们去跟他拱火干什么？我们跟着美国去搞这些地缘博弈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俄乌战争就造成了难民呢，大部分的大量的涌入欧洲啊，这个乌克兰的农产品呢，对不对哈？打击到这个欧盟的农产品啊，然后便宜的能源呢被切断了啊，还去买贵的能源，还有一堆产业呢，对不对哈？跑到美国去了，对欧洲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那更麻烦的，这七个啊，这七个领导人里面啊。啊，除了我看那个主办国意大利的那个梅洛尼啊，他本身就是那个极右派的啊，这个还在意大利维持不错的支持率之外，包括马克龙，包括德国的舒尔茨啊，包括英国的苏纳克啊，包括日本的岸田文雄啊，国内支持率都不到20%啊，这些人开会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啊？那还有个拜登老头子。万明哥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大胆预言，今年11月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他一定落选了，200%，啊，之前呢我是跟大家讲100%，现在我跟大家讲200%，这七个倒霉鬼，啊，这七个一身麻烦的人在一起，你想会搞出什么好东西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另外呢，啊，国外的媒体啊就提到了啊 ，Trouble G7 Leader。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深受困境的 G7 的领导人啊，那么他们呢要讨论什么呢？乌克兰战争还有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自己的事情啊都管不好，还要去管别人的事情，这就是 G7 峰会啊现在最大的麻烦，自己已经是麻烦了，那还要呢去替全世界制造麻烦。这个人就是活腻了，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万明哥的一点点这个看法啦啊！这个希望呢他们早点觉悟啦，但是呢要他们觉悟，还不如叫他们早点下台，比较实际一点啊！这是万明哥的看法啊！谁道流水不能吸？你好啊，三只清新你好，小丸子的爸吉祥啊！这个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第二条新闻啊，第二条新闻呢。昨天日本经济新闻亚洲版啊，很有趣啊，他提出了一个现象，他说美国啊，美国跟中国呢，对不对？好啊，出现了一个拐点，这拐点是什么呢？就是 ASEAN， 就是东南亚国家了，就东盟国家了啊的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啊，这个最大的出口地啊，啊，东盟国家最大的出口地啊，以前是中国，现在呢？变成美国了啊！我看了一下这整篇报道啊，其实这个报道里面呢、啊、有很大的这个带节奏啊，或者很大的主观的这种价值判断在里面啊。他的意思呢，主要是说，哎呀，中国经济不好了，然后呢，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啊，不是的进口呢啊减少了。就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经济不好，他们卖给这个中国的东西呢，因为中国需求少了嘛啊。那美国不一样啦、啊、美国现在对中南亚的这种需求越大，因为美国经济好嘛，它主要是这个论点啊。我就觉得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这个记者写这个新闻啊，就是很好笑，你知道吗？就蠢到不行，你知道吗？蠢到真的蠢到不行，你知道？这个你其实看一下啊，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海关啊，前一段时间不是才公布1到5月进出口的状况吗？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啊，1到5月以人民币计算啊，这个中国进出口呢是17.5万亿啊，其中出口9.5万亿啊，这个是用人民币计算的啊，进口呢7.5万亿，出口成长6.1%，进口增加6.4%啊，这你就知道啊。这个中国对东南亚产品的需求啊，对不对？一点没有所谓经济不好呢，然后需求减少的问题。那主要是什么呢？那主要是对美国的，啊，就是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啊。那根据呢，根据啊，
根据这个媒体上面的报道啊，就是今年第一季呢，对不对哈？这个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呢是672亿美金啊，增加了8%啊。那对中国的出口呢是576亿美金，增加了3.3%啊。他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觉得这个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的影响力啊，形势出现了逆转啊，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跟大家再看呢，一到五月最新的数字呢，东盟国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一到五月呢，总共呢啊，跟中盟国家的贸易进出口额呢是2.7万亿人民币，其中呢啊，其中出口呢是1.7万亿啊，这个增加了8%，那进口呢1.1万亿，增加了7%。那出口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因为很简单嘛，因为美国啊跟中国打贸易战嘛，对于从中国出口美国的东西呢，苛征啊加征25%的特别关税。那怎么办呢？那就很多厂商呢，对不对哈？就把零组件啊这个送到啊，或者原材料送到东南亚进行末端加工，然后再转出口美国，就是玩这个全球这个贸易分工的重新洗牌嘛。啊，但是对中国来讲有没有好，有没有伤呢？其实没什么伤啊。啊，我们可以呢借这个机会呢啊，就国内出口贸易的资源呢进行重新的安排啊跟调整。所以为什么万明哥讲说这个中国这个一到五月啊，半导体出口居然高达4400多亿这个人民币？原因就是很多东西呢都出口到印度，出口到东南亚啊的这些集成电路，做什么呢？做那些或者组装那些 IT 产品嘛，啊那种电子消费产品嘛，那其实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啊，绝对是一个好事，绝对不是坏事。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很多看问题的时候不能够见林不见树啊，也不能够见树不见林啊。那日本经济新闻这个事情呢，就发觉啊，它只有见林不见树啊，不见树不见林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也是日本经济新闻啊，它最近呢报道了一个报道，是前美国驻印度的大使啊，叫做罗伯特这个布莱克威尔，还有呢，美国新国家安全中心的一个研究员呐 这个研究员的名字呢叫做理查德，这个冯塔内啊，他们两个合作了一本书，这个书的标题呢叫做《Lost Decade》，就是失落的十年。Decade 就是十年一个世代。这本书啊，主要呢，你可以看出来它的副标题啊，它是讨论啊中国力量的崛起，还有美国面对，还有美国的回应。那这本书里面呢，啊大概是这样子啊，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犯了三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错误。第一个，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第二个啊，就是20世纪末啊，从这个或者20世纪初2001年吧啊，小布希上台以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那接下来就是奥巴马啊时代啊，经过特朗普到现在拜登所推动的啊这个美国重返亚太啊，或者呢亚太再平衡啊的这个外交政策。这个根据啊罗伯特布莱克威尔都认为这三个都是一败涂地啊。那不要讲越南战争打了20年啊，美国打到这个失落了两个世代啊，连总统呢都这个跑去当逃兵啊。万明哥讲过嘛，克林顿那个时候在读大学啊，为了怕征兵嘛。美国是这样子啊，打仗的时候大家讲说是征兵，但是呢有钱人跟没钱人不一样
啊，这个小布希在越战的时候，万明哥以前在节目也讲过、啊，当空军飞行员啊，但没有到越南去啊，因为他留在德州老家当德州国民兵的空军啊。那克林顿那个时候，因为他出身贫寒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只有跑到英国、跑到加拿大逃兵，然后留在美国会被征兵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当然后来。越战就也输了啊，再来就是伊拉克战争打了十年，再加上旁边的阿富汗战争，耗掉美国7-8万亿美金的这个资金，一事无成，啊，最后呢灰头土脸。那接下来就是亚太再平衡，亚太再平衡呢，根据呢这个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他自己的讲法啊，他说美国把力量啊太过于分散了，被这个中东还有欧洲的事情呢、啊。给分散了对亚洲的注意力，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嘛？中东就是巴以冲突嘛，啊，那这个欧洲呢？啊，当然就知道嘛，就是现在的俄乌冲突嘛，对不对？美国没有办法把精力呢全部放在亚洲，而且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亚洲国家，啊，叫他跟中国切断关系，然后跟着美国，怎么可能的事情嘛？因为他有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天性啊，是不是？所以亚洲国家不会听美国，不会跟着美国去那边搞那些闹剧，你知道吗？啊，这个是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他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啊，你要处理好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啊，那必须怎么干呢？第一个呢，让中国了解啊，在既有的秩序之下呢，重新呢对于国际或者地缘政治的权力分配啊。做最小的跟动，因为美国是老大嘛，是不是？那不要去推翻美国嘛，那想办法呢，让美国跟中国一起在亚洲发挥应当有的影响力嘛，啊，这是他的讲法啊，这个就是基辛格的现实外交，你没有力量，你去跟人家硬扳手腕，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手段啊或者脱臼嘛，那基于现实实力跟外交的这种需求，你就跟啊这个对手拥抱在一起啊。所以他在第二个讲说，要坚决的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千万不要想利用台湾问题呢，对不对哈？这个造成中美两国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啊，这个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官他的建议啊，但我就不晓得啦，对不对哈？有的这个你知道西方的政治就是这样子啊，他很多的这种利益啊在那边啊进行天天的这边进行博弈交换啊，那比如说军工复合体，美国的这种军火集团，他就希望有冲突，有冲突他可以赚钱，他可以从国会里面通过更多的预算，从中间去拿好处啊，中饱私囊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我改天我们有机会再讲啊，这个就是。亚洲日本的亚洲经济新闻里面两篇报道反映的一个核心问题啊，这个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万明哥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就是大家要掌握一个趋势啊。我平常讲经常啊，就觉得我就经常刷那些短视频，有很多人在胡说八道，你知道吗？就前两天有一个姓向的，有人传给我一个姓向的经济学家啊，留一个平头啊，那边一天到晚胡说八道。啊，说他妈中国要当老大，那何苦呢？当老大有什么意思？中国从来没有要当老大，中国从来没有要当老大。中国政府，啊，还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啊，那当然一定要创造自己的 GDP 嘛，那 GDP 自然就会超过美国嘛。但不是为了当老大，是为了。改善老百姓14亿人民的生活质量跟水平，好不好？这个，你了解了这个趋势以后，对不对啊？你对中国现在发展很多高科技业，大家不用觉得啊，这个好像很难或者怎么样，其实一点都不难，啊，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体量就在那个地方嘛。所以外面哥讲啊，中国发展科技一定是做科技大国。中国发展制造业一定是世界工厂，体量在那个地方，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
很简单的道理啊，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啊，好讲了多难的意思啊。杨子不辛苦了啊，杨子不辛苦，我们呢、啊、这个能跟大家每天呢、啊、去讨论一些新闻呢、啊，然后呢跟大家互动呢，来砥砺自己呢，多增加自己的一些本质学能，其实是一件好事情。接下来呢啊，这个最近呢，欧盟啊对中国苛征临时性的反补贴这个关税。但是万明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的互动啊，一定有合作也有摩擦啊，那它的面向一定是很广的。那汽车之外呢，其实现在就欧洲人来讲啊，这个飞机才是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两年 啊这个波音公司的品保问题啊，一直影响到这个公司产品的安全啊。那这个结果呢啊，就造成了全球航空工业啊出现一个可能或者必须重新洗牌的这种现象。那谁来啊，或者应该纳入哪些新的参与者啊，那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 PPT 右边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是美国联合航空的 CEO 啊 ，Kobe 啊 ，Scott Kobe 啊，他讲，因为现在的波音啊交不出飞机来啊，美国联合航空啊以前都是买波音的，因为美国联合航空也是美国的航空公司嘛，他当然优先买美国制造的这个飞行器嘛，那联合航空又是飞美国国内航线为主，所以他是最大的737客机的这种客户跟需求者。那现在波音麻烦大了啊，这个安全问题啊被大家质疑，这个生产啊或者呢对不对哈，美国 FAA 啊给他做了很多这种监管正在整顿。他就提到啊 Scott Kobe 啊，他就讲到啊，他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航空市场啊真的需要一个什么 new competitor，就是需要一个新的竞争者啊！现在有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是波音，一个是空中巴士。哎，波音不行啊，不行的话，那你要赶快找个人来什么来接他，或者弥补啊这个什么 fill the gap， 来填补这个空缺。那大家都认为啊，很多人现在都认为很可能会出现 A、B、C 的状况。A 就是空客 Airbus，B 呢就是 Boeing 啊。那 C 呢就是 COMAC， 就是中国商飞公司，就三家公司形成 ABC 的市场格局。但是呢 Scott Kobe 认为 unlikely 啊，似乎不太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真的不太希望对不对哈，中国加入全球大型商用飞机的这个市场的这种竞争啊，因为一旦中国进来以后啊，很可能啊那波音空客对不对会面临大量的这个订单的流失啊。所以呢我们那个 C919 去年就已经开始在国内啊进行这个商业的这个服务啊。那最近它的新闻就说飞到越南，也开始飞到哈萨克斯坦啊，表示呢越南跟哈萨克斯坦呢接受中国商飞或者中国造的 C919提供这个载体客机的一个服务。但是呢这只是刚开始。这个 Scott Kobe 呢，从美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他认为啊他也不太赞成商飞啊，中国商飞进来当那个 new competitor 啊，当那个新的竞争者。他倾向于巴西航太。巴西航太大家知道，就是那个 Embraer 啊，那个什么192啊那一型那个百人左右的那个，应该是百人以下的那个小型客机的这个生产商啊，那个飞机的大小跟中国现在我们国家中国商飞另外的一款早期的产品 ARJ21 啊大小差不多，他觉得应该让那个进来，因为那个呢进来不会对空客或者对波音对美国的航空工业造成威胁嘛。但是呢空客的这个 CEO 呢他有了不同的看法啊，空客的 CEO 叫托马斯恩德斯啊，他的看法是
认为波音是个很大的麻烦啊。为什么呢？他觉得啊，这个现在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啊，已经不利于空客啊开拓亚太跟中国的市场。这个争议啊，这个争议的来源其实就是波音，就是美国啊，因为美国的补贴，对不对哈？他特别提到美国对波音的这个补贴措施呢，对不对哈？这个subsidy 啊，这个补贴啊，对补贴呢，比中国的补贴还严重啊！如果你要讲补贴所造成的这个 split 这种裂痕或者造成这种摩擦冲突的话，那波音啊，就是美国对于美国航空业的这个补贴，那才是最过分的啊！但是美国人从来不去想这个事情，那不去想这个事情，大家各有各的算盘啊！我们再看下一条新闻啊，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啊，那就 Airbus Freight 就是空中巴士非常担忧啊，全球贸易的 tension 就是紧张关系啊，特别呢是欧洲跟中国的啊这种冲突，那就是讲那个汽车关税的这个事情嘛啊。因为他担心这个事情一扩散，这个一旦呢产生外溢效果以后啊，对不对？从汽车的冲突啊，从汽车的贸易战就打到了航空器的贸易战。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新闻哦，这个美国人很紧张哦，彭博社啊，他就报道了中国跟欧洲啊，空客呢正在谈一个生意，就是要买一千架的什么呢？Wide body， wide body 是什么？宽体客机。科普一下啊，这个窄体客机就是机舱的走道，一条走道，中间一条走道；宽体客机是大型的客机，就是两条走道。所以你去看，你去做那个早期的波音747啊，现在的波音787啊，还有空客的330啊、340啊，他们都是左右各有两个通道，那个叫做宽体客机。啊，你如果是坐空客的320、737，中国商飞的 C929，就中间只有一个走道，那个就叫做载体客机。正在跟空客在谈要买1000架宽体客机的生意啊。其实你可以反映出什么现象呢？就是中国决定不跟波音啊去买那个宽体客机了，干脆集中起来跟空中巴士去买宽体客机。为什么要做交换？因为现在 C919 乃至于之前的 ARJ21 啊，都没有取得欧盟跟美国的试航认证，这个情况就很麻烦了啊！因为你没有取得他们的认证，你的飞机就不能够飞美国，你的飞机呢也不能够卖到欧洲去啊。那很多国家他们国内的试航标准呢，都是根据美国 FAA 或者呢欧洲航天局呢航空局呢他们所制定的试航认证规定。所以呢 ,C919 也好或者 ARJ21 也好，为什么会大量采用欧美的航空这个套件或者呢系统件？原因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民用航空市场呢跟全球民用航空市场的供应链或者生态系呢绑在一起，而不是形成一个孤立的王国，那没有意思。因为你的飞机啊，不能说只看中国市场，你还看周边国家甚至于国际市场，所以一定要用法国的，要用德国的，要用美国的啊相关的零件。所以那个 C929 一飞起来啊，是国产大飞机，很多人就讲，哎，那个自制率只有40%啊，现在可能高一点，大概50-60%了啊。用这种方式来批评国产的 C919，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这是必然一定要那样做的，因为就是要跟大家利益啊这个绑在一起啊，你开放别人的市场，别人才会开放你的市场。那现在很明显的啊，就是欧洲呢或者呢美国还不太愿意接受中国加入全球大飞机商用市场的这种竞争啊。那中国为什么这样干？中国现在为什么已经即将要摊牌？很简单，因为有实力了。我们坐大飞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嘛。我们看这个 PPT 右边这个，万明哥替大家找了两张照片了。这张照片呢，就是
这个 C929 未来要使用的，因为现在 C929 用的飞机引擎跟737跟320一样啊，都是那个 LEAP A 或者 B 或者 C 啊，中国的是用那个 LEAP C 啊，那个都不行的啊，那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要用最后还是要用长江1000啊，如果是开发这种宽体客机的话，可能用长江2000。现在长江1000已经做实际飞行的测试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呢，就是这个西安飞机制造厂啊，大型飞机的测试平台啊，它是用一个运20的飞机，但是你可以看见它左边翅膀这个内侧有个引擎，跟另外三个引擎不太一样，那个引擎呢就是长江1000啊，已经做飞行测试，据说现在已经啊超过1000个小时了啊，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技术应该接近了可以实际应用的这种阶段啊，就是跟大家展现实力，你如果再不给我发这个飞行执照，那不要怪我啊，我就不会再跟你们买任何飞机，我就自己玩了，这是你逼的。那如果呢，对不对？你能够给 C929 试航认证的话，我可以跟你啊去继续合作买波音或者空客的这种飞机啊。但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尽量去拉欧洲，然后呢去挤压美国。那不是跟美国不买，因为美国波音现在的大型商用飞机也有安全余力啊，所以呢，我把筹码压在欧洲这个地方，然后进行呢试航认证的相互认证跟交换，啊，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但外明哥是觉得，应该在明后年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啊，得到欧洲的试航认证。一旦取得欧洲颁发的试航认证的话，那美国就迎刃而解了啊，因为呢，美国的 FAA 跟欧洲航天局呢、航空局呢，他们的试航认证是相互认证的，你只要通过欧洲的这个试航认证的话，就可以适用到美国的这种试航认证啊，这个任督二脉啊就可以打开了啊，这个跟大家啊谈谈这个新闻啊。那这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波音今年前5个月交机衰退了36%，真的交不出飞机来了，所有各型的飞机啊交机量都大幅的衰退啊，那空客呢也没办法完全吃下来啊，因为它的产能啊零组件的供应都有问题，那这个当然就给了啊第三者啊，就是中国商飞啊，这个加入国际这个商用市场一个最好的机会啊，那这个机会呢，我们投资人啊也要看准或者注意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那我外面跟大家讲啊，这个真正的高端制造啊，就是这些大型的系统件啊，你看看一个飞机啊，有几十万个、一两百万个这个零件啊，能够安全的每天飞个几万趟啊，然后不掉下来，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不是一般人或者一般的小国家可以玩得起的啊。还是利益博弈啊，当然啦、啊、什么都是利益博弈啊。哦，周伟兄你好啊、这个 AF Freedom 啊100架啊，我们啊100架，对，搞错了啊，刚刚看错了啊，100架、嗯、刚刚把它讲成1000架是不是啊，对，100架，不好意思啊，这个眼睛有点花啊。接下来呢再跟大家看看啊，美国联准会到底升不升息、降不降息啊？根据这个现在的情况啊，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呢 CPI 啊，这个虽然有点缓和，但是最新的5月份呢还有3.3%啊，但是美国一般的标准就是2%啊。可是外面哥是觉得啊，美国的景气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就业的前瞻指标啊，现在美国的就业失业率是4%，如果高于6%的话，那就有麻烦了，啊，4%的话表示很好，但是美国现在的就业率里头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农就业人口5月份的时候是增加272,000人啊，感觉上还不错，但是你如果实际看的话，美国有个很大的问题，它的就业人口中啊，现在在从事兼职的工作岗位有2800万个啊，2800万个，这个是过去2年来
的变化，也就是说疫情变化以后啊，美国 part time 的这种工作岗位增加了800万个。这个反应是什么问题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企业用人的时候啊，他就比较保守啊，他尽量不要用那个正式人员啊，尽量用外包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就业人口、美国劳工或者美国家庭有这个需要，他一份工作啊已经没办法养活他自己了，所以呢他到处去 part time 去兼职啊。因为为什么呢？通货膨胀啊太严重了啊，太严重到一份工作养不活自己，养不活家庭头啊。那这个就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啊可能啊没有像 CPI 所表现的啊这么热啊，或者呢失业率所呈现的只有4%，实际的失业率如果回归到正常的状态的话，可能有超过5%，可能有接近6%啊。那这个也就是造成最近啊美国股市啊大家就认为啊这个联准会今年还是有可能啊降息一次以上，甚至于两次啊。这个最近呢美国股市表现比较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而美国经济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很会吹牛啊，吹牛很重要啊，tote it 非常重要啊。那现在谁最会吹呢？我跟大家讲，其实马斯克最会吹了啊。马斯克的特斯拉呢昨天召开股东会，批准了他560亿美金的啊薪酬方案。这个主要是配股票啊，那他当然很高兴啊。那还同时呢这个通过了几个案子啊，哪几个案子呢？啊，就是把公司呢从德拉瓦州啊，总部在德拉瓦州了啊，那个登记在德拉瓦州，但是呢实际主要运作都在德州跟加州啊，搬家搬到德州来啊。因为德州德拉瓦州的法院呢判这个特斯拉啊给马斯克560亿美元的这个薪酬方案啊违法啊。那马斯克当然他不是这样想，他想那个德拉瓦州就是拜登的老家嘛，拜登就是德拉瓦州人嘛，是吧？你一定是拜登不晓得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招数，让德拉瓦州的法院呢、啊、判我的这个薪酬方案啊违法，那我就干脆不在这边登记，不在你登记就不要你管，那以后呢也不会在德拉瓦州去缴税。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马斯克昨天在股东会里头跟大家承诺，因为人家给了他560亿的薪酬嘛，他就讲说啊，将来这个随着啊这个所谓机器人出租车一些新的方案进来以后呢，未来特斯拉的估值呢啊，可以达到45万亿美金。你知道现在特斯拉的市值就是6000多亿美金，6000亿美金不到。你们相信它可以达到45万亿美金吗？我凭良心讲啊，我是不太相信这个事情啊。但是马斯克他讲这话，他说我也不是吹牛，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呢，啊，我这个自动驾驶很厉害，所以呢。Robotaxi 啊，这个东西呢，马上就实施了，2025年就可以全面上线了啊！这个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啊。除了这个样子呢，我明年呢又推出来啊，平价版的啊，这个 Model 2啊，大概20000美金以下啊。这个推出来以后，对不对哈？销路就可以打开，就可以跟中国的电动车在市场上一拼高下啊。那另外一点呢，它的机器人啊，这个擎天神。也预计从明年开始就要大量的这个卖啊，开始贩售。这个估计呢，一台呢大概就是1万多到2万美金啊，这是他的讲法。他说你不信看着，从明年开始呢，特斯拉公司里面呢就会有好几千台的擎天神机器人啊，在生产线上啊一起跟这个人啊从事这个协作，一起生产产品啊。另外一点呢，他有新的这个电动拖车 Semi 啊，这些上来以后呢。跟大家讲啊，一定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啊，让公司的估值呢，对不对哈，创造历史的新高。他这样子讲，对不对哈？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个木头姐啊，他的忠实粉丝就认为，哎，这真的可以啊。他估计呢，2029年的时候，特斯拉每股呢就可以达到2600块美金啊。当然，也有美国媒体啊，就讲这个马斯克呢，就是 tote it。
啊，就是会吹牛啊，就是会放风，这个放卫星啊，讲的话都不可以信啊，因为这个马斯克讲他们的 AI 啊，绝对是超过所有竞争对手 OpenAI 或者 Meta 的这个人工智能啊，都不会比他厉害。那有没有人相信？有啊，就是木头姐。木头姐说啊，未来特斯拉这个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每年可以卖580万辆汽车；市场好的时候，每年可以卖1400万辆汽车啊。那这个 Robotaxi 啊，会将来这个机器人出租车呢，会占了整个特斯拉营收的将近90%。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特斯拉现在只有120多块吧啊，将来可以到2600多块，看你们信不信。信的话，可以找机会啊去买一点啊，这是我明哥的看法。但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这个下周见，拜拜。